不可能让他，我不可能让他看视频的，只给他看图片。我拍了视频是为了用作他用，不能让他看这个，太慢了。这已经5分钟了。6分钟了。用我的视频，估计8分钟得差不多。时间太长了。这样就得达不到他要求。他没要求速度呀，人主要就看效果，看打出来什么样子。关键他太大了，200×200，你不太大多大了这个？他平时打个100×100的话，这一半的时间完成。我靠，哪有要求这么大的？我操，太慢了。开图。中间啥？中间我还能截掉。先开头，中间结尾就行了。中有中的全拍啊。我们一站那也太慢了。戴森，给这块板，你用这个板吧。那个太小了，没法使我。看看啊，这边的是二环那的吧？到底是什么呢？我靠！我弄那个是那个12.76的，灯光不正，没反应，激光也没反应。驱动还有什么驱动？不烧完了吗？记忆的正常，不是找那个111的吗？这里我给装了，不是说碳方没了，就是碳方回归方没了，不就是装上了？没事没。当时你要是二环碳的那个。啊！他们那边儿，黑板那边的。没在这边拿，在这边拿我肯定跟你说了，是吧？哎，不是阿娇，他们刚才那不是剪下来好多废的小本吗？留下一下这种的不行？不行啊，是吧？那是他说那是咱的，他拿走了。没让他们在那吗？那咱的吗？我问他说我以为他们的时候你给俺块小块本行吧？他说那就是你们的用就行。真的，咱以后你想想，你又没木头，省得用着好的吧。你的视频你要给客户看吗？不给他看，啊，给他看太麻烦了。你在看？那你录他干嘛？留着做个别的用的，非得给他看嘛，对吧？这边不在焦点上不行。他要200×200的，我要的就这么大，都弄平了再打。没那个啥，没三维工作，它也不好弄呀。
俩脚变形不变形，看到这儿。就光别看了啊！其实我现在也有黑啊，那我走。